喂，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在电视台陪表妹录节目呢。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你打开电视看看，看秋燕是不是在现场录节目？你对我连根本的信任都没有，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我不想见你，随便你怎么想，无所谓。这搭档可是都是自己抓阄选来的，这都是缘分啊，缘分。所以现在大家呢，就赶紧熟悉下对方，要好好配合。我们下一关主要考验的是大家的这个默契程度，现在抓紧先准备准备。你不跟我说点什么吗？其实我也是来凑凑热闹，可没想一路答得那么顺，而且还能和你这么漂亮女孩成为搭档。你这人可真有意思。不瞒你说，刚才答题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什么预感？预感咱们能赢？预感我们能够成为搭档。哼，这女孩预感有时候挺莫名其妙的，但是准。你呀，可真不像个警察。喂，今天啊，太晚了，改天行不行？那一小时以后吧。我正在电视台陪秋叶妹妹录节目呢。那好吧，我现在马上过去。今天的冠军一定是你。那可不一定，刚才那个警察挺不错的。是，人挺幽默又有才气，不过我觉得你们俩蛮配的。表姐，你又开我玩笑。好了好了，我还有事儿得马上走，不能陪你了。啊，那我岂不是亲友团一个人都没有了？给你，好妹妹，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我不在会影响你的情绪，我不在你会更好，好吗？好吧。哎，上台之前补补妆会更漂亮的。嗯。张馨月，快下来，该开始了。哎，来了。喜怒无常。下面是我们的最后一关，最关键一个环节，风险抢答。答对了将要加上十分，答错了将扣掉十分，大家一定要小心。所以我现在才开始。对，大家听好，我说一句古诗，大家呢要对出它的下一句。黑云翻墨无畏折山，开始。二号先生。白羽跳珠乱入船。正确，下去。
十分。请听好下一句古诗：蒌蒿满地芦芽短。开始。最是橙黄橘绿时。很遗憾，非常抱歉，您答错了，将被扣掉十分。不过不要紧，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谁能告诉我正确答案？正是河豚欲上时。他同样不能加分。下面这一句古诗大家听好了，最后一句啊，春寒西岭千秋雪。开始。还是二号台。我要是答对了，我们是不是就是冠军了？那当然了，但是你要答错了要扣去十分啊。激动吧姑娘，我们已经是冠军了。门泊东屋万里船，完全正确。恭喜你，祝贺我们的第二组各位现场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心动幸运闯关的冠军得主是来自市公安局的苏岩先生和来自卫生学校的张秋燕小姐，恭喜两位。恭喜恭喜。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再见。哎呀，睡不着觉啊！你早说呀！以立神，以立神健眠胶囊。以立神健眠胶囊，改善睡眠质量。谁用谁知道。是你吗，表姐？你在哪儿呢？你看电视了吗？哎，笑了。刚才这个特刺激。你看电视了？嗯。不好意思啊，现场现场。啊？我们刚认识。刚认识怎么了？你这小丫头心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看你，刚才你在电视上看人的眼神，我就什么都知道了。瞧，还不好意思呢。哎呦，真是太谢谢你了。明天，我请你们俩吃饭，庆祝一下。如果要不是人家，你还赢不了呢。好，拜拜。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是吧？哎，你还没男朋友吧？你要干嘛？紧张什么呀？我是警察，我能干什么呀？我是说呀，这么晚了，你要真有男朋友，能轮得着我送你？分析也分析得出来啊。自以为是的家伙，要是我男朋友有事出差了呢？不能，这人呢，他要撒谎，左眼球啊，右眼球一块往左上方翻啊，蒙谁也别蒙我们警察。等等，我们的事儿，他知道多少？他这人愚得很，他怎么？你别自欺欺人了，你以为现在人都是傻子？这个我清楚，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刚才打电话的就是我表姐，哎呀，还直夸你长得帅呢。听错了吧？是不是骂我长得坏啊？才不是呢，我表姐呀，刚才也在现场，不过有职车先走了。说呀，要请我们明天吃饭，庆祝今天的胜利。吃饭不用了吧？你就不要推辞了，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自信过，也不知道有成就感是什么滋味。今天呀，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多亏了你，我得好好谢谢你。算了，趁晚，万一同屋。他今天晚上值夜班，进来吧。我都不怕，
你一个警察害怕呀？我倒不是怕，我只是担心这么晚送你回来，万一被邻居房东看见，对你影响不好。不愿意进来算了。我倒没不愿意，我又不是第一次这么晚到女同志家做客。请进吧，进来坐吧。哎。喂，什么事这么急啊，老李？哦，我马上到。对不起，局里找我有事，我得马上走。那明天录像带的事儿，还有，一起庆祝一下吧。好啊，打电话吧，我一定到。那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哎。那你开车小心点啊。行，放心，再见啊。再见。哎。明天上午，市里听大案汇报，局里要材料。哦，就是那个到现在连死者身份都没弄清楚的杀人案。是啊，哎，你小子啊，手机也不开，急得我找了你一晚上。刚才那个电话要是再不通，我该报警了。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我在，什么事儿都耽误不了啊。哎，电脑密码我也不知道，你帮我把死者的照片调出来打印一张，看看。关键时刻还得我出手吗？哎呀，快去吧！这不就齐了吗？哎，你说这个女孩生前应该还挺漂亮的，我猜啊，她一定认识杀她这个人。你看他这双眼睛，好像有好多话想说，又有好多事儿都没弄明白。喂，哎，蒋局，328大案的材料都整理好了没有？哦，我整理好了，我马上给您送过去。苏秘书，哎，做完电视表现不错，两个官露脸了，马马虎虎。对呀。哎，小姐，昨天晚上够风光的啊，冠军呐！敢抢？假谦虚。你给我老实交代，昨晚那姑娘谁啊？女朋友吧？什么女朋友啊？临时凑的。你没看前面抽签吗？行了行了行了，我不问了。不是女朋友跟人又搂又抱的，还当这么多人，蒙谁呢？哪儿去？出县城了。别给我到处造谣啊！你就等着吧。将军，这是您要的材料。所有328案子的材料都在这儿了。啊，对。哎，蒋局，上面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案？总是没进展，领导能不着急吗？大报小报网上没完没了的拿这个案子做文章，民众有反应啊。是。各单位落实新条例的情况什么时候拿给我？哦，已经汇总上来了，我正在整理呢。尽量快点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将军。哎，你昨天晚上跑到电视上搞的什么名堂？昨，您看见了，我就一个电视台的朋友找我帮个忙，我就去了。挺光荣啊，还闹了个第一，露脸了吧？给咱们公安争光了吧？反
正没丢脸。你跟谁请示了？啊？私自参加媒体活动就是违反纪律。你还没有丢脸？穿着那身警服哗众取宠，还跟那个小姑娘揉揉抱抱，什么形象？成何体统啊！将军，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啊？你是个人民警察，你以为你在我身边工作就可以搞特殊了吗？就可以随随便便违反纪律了吗？你去听听下面人是怎么议论你的啊！一线的同志都在忙着破案严打，你倒好啊，跑到电视上搞小聪明，还跟那个小姑娘。你回去跟我写份检查啊，检查不深刻，看我怎么来处理你。我蒋亚飞，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行，我马上就到，跟我去现场去。你们从来就没见过。他戴着大墨镜，戴着帽子，根本看不清他的脸。穿什么衣服啊？好像是件夹克，灰不拉几那种。你多高？差不多就他这么高。蒋局，什么情况？死了一个姑娘。多大年龄？20多岁，六十三号。看看去。哎。死的什么人？上去看看吧。这法医鉴定啊，他是被凶手用绳子勒死的，死亡的时间大约是昨晚的10点到11点之间。有线索吗？有。住在楼里的一对夫妇见过一个可疑的人，可惜没看清楚。通知各分局，把昨晚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集中起来，组织辨认。是。你出去。我为什么找他？你昨晚同受害人有过接触，你应该回避。赵队有话问你，你要好好配合。勘察完了，立刻分析案情，我参加。是。昨天晚上你和他在一起对吗？对。什么时候分开的？昨天是我送他回的家，到楼下应该是10点多吧。说准确点儿。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应该是9:40，然后接受采访拿礼品，后来下雨了，我开车送他回的家，从电视台到这儿差不多半个小时。
应该是10点半左右。好吧，一会儿到队里去做个笔录吧。那个凶手有我们屋的钥匙。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一定是凶手把门锁上。那除了他还会有谁呢？张秋燕有男朋友吗？没有。这么肯定？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呢，所以。你呢？你有男朋友吗？我没有。除了你们俩谁还有这屋的钥匙？没人有啊，这个锁是我们搬进来以后新换的，别人怎么可能有呢？来，看看丢什么东西吧。好像什么也没少。你再仔细看看。不用看了，确实什么也没少。来，签个字。张秋燕的父母在本市吗？不在，她表姐在，是银行的。她表姐叫什么？叫孙红。孙红？嗯。你怎么来了？还在生气呢？昨天晚上我挂上电话，一宿都没睡着觉，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所以今天一早我就过来看你，向你道歉。现在是上班时间，让我们领导知道了又该扣我工资了。好，我马上走，马上走。哎，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吧。婆，原谅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给你写了封信，你抽时间看看。我又不是你的读者，你总喜欢用你的方式跟别人交流，你能不能 ？OK， 我一定改啊。那你得给我时间呀。好，信我看，我一定认真的看。晚上能不能吃饭？不一定，好吗？你要想让我适应你，你总得给我时间吧。行，行。孙红，哎呦，薛晨来了。您好，您好，您好。一会儿开会啊？是吗？那你们先忙吧，我得先走了啊。没事，会一会儿才开呢，不着急。我怕你们领导看见不好，反正我事儿也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啊。走吧。晚上给你打电话。再见。我就看不惯你对人薛成那态度，太霸道了吧！现在像他这么老实本分的人哪儿找去啊？哎，他就剩下老实和本分了，一点男人骨气都没有。都是被你给压迫的。哎，瞧你把我说的，误成什么了？走了走了，开会。开会开会，天天开会。董行长。啊。哎呀，小孙。你怎么好像不高兴了啊？我挺好的呀。刚才我在门口碰到薛成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没有。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哎，你们俩人的事情可别让做长辈的再操心了。耿行长，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哦，对对对对对。哎，陶林通知了吗？啊，都通知了。好，马上开会啊！马上开会。开会了啊！开会。什么证据都没有，我倒成嫌疑犯了。我说你们赵队是不是成心整我呀？别把我们赵队想这么坏，他那么做是例行公事。你是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吧？你跟死者分开的时间和他的死亡时间相差无几，对吧？
说你是赵队，你怎么做？我怎么做？那他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面给我下不来台啊，动不动我就成杀人犯了。都是警察，谁要遇着这事儿谁心里舒服啊？没，这事儿就这么寸。你跟的姑娘是昨天晚才认识吧？你说认识就认识了吧，还一起得了冠军。得了冠军就得了冠军吧，哎，还送人姑娘回家，送人家姑娘回，这不就出事儿了吗？说心里话，那个姑娘真挺不错的，昨天还跟我约好了今天一起吃饭。可谁想到今天出这种事儿？这凶手，别让我抓着他！干嘛呀？我要抓着他，我非掐死他！哎呀，这好事啊！哎，陶琳啊，我今天老是感觉心里慌慌的。你呀，是典型的好日子不好好过的人。人家薛成对你可是没话说啊。今儿开会你也听出来了，组织上要提拔你。你现在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你还慌呢？我现在对薛成啊一点感觉都没有，能不能被提拔我也没什么兴趣，现在就是觉得挺没劲的。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羡慕你吗？生活上有一个无微不至的未婚夫，在单位里边有人薛成的姨父在给你撑腰，你没听出来今天耿行长对你多认可，你还不知足呢？如果没有他们俩的话，兴许我跟薛成的关系啊还能好一点。为什么？哎呀，行了行了，别提了。你昨天晚上送他回家遇到过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没有。有没有人能证明你是几点把他送回家的，又是几点离开的呢？没有。素颜，注意你的态度，你这个样子不利于安德的调查，你知道吧？没有就是没有，这跟我态度有什么关系吗？赵队，那按您的意思我得说假话，没有得说有，那不成了作伪证了吗？你是几点离开死者家的？我送他到了家我就走了，当时接到老李从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去整理资料。接电话的时间是昨天晚上10:37。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到电话局去查，也可以问老李。用不着你提醒，我们会去查的。都是革命同志，连这点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我现在是在执行公务。对对对，执行公务，执行公务。我错了，算我多嘴，您接着问。对了，你有没有看我表妹录节目啊？嗯，我看了。你表妹挺上相的，平时觉得她长得还行吧，昨天她一出来我差点没认出来。你的杰作吧？嗯，昨天我在观众席还看见你了。嗯，那叫一漂亮，好看。哎，对了，今天晚上我请表妹跟那个警察一起吃饭，你也去。怎么着，想当红娘啊？你不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这个呀是我从我表妹的话里听出来的。哎，你表妹可真够有福气的，如果薛成能够有她十分之一的福气，你们俩早就成了。离开死者家你直接就到局里来了吗？对，我是直接到局里的办公室接手老李的任务的，差不多一直干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吧，然后我就睡了，一直到蒋局上班打电话给我跟我要资料，我送完资料直接跟蒋局出的现场。好，你和死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什么关系？昨天晚上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认识的，他跟我是搭档，我们没有其他什么关系。有谁能证明吗？
那多了，主持人、导演、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再说了，这是一直播节目，看的人多了。哎，高俊，你昨天不是也看了吗？好，把你认为能给你作证的人写下来。那您的意思是不是今天的问话就到这儿了？我是现在写呢，还是等回去写完了再给您送来？当然现在写。别忘了，你现在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我根本就没有作案动机，我只不过是最后一个见到那姑娘的。不对，我是倒数第二个见到那姑娘的，最后一个见到那姑娘的是凶手。赵队，您真的觉得我跟这案子有关系吗？在证据被证实之前，在凶手被抓到之前，你当然与案子有关系了。高娟，哎，看着他写，马上去核实。是。你说他不急着破案，跟我身上瞎耽误什么功夫？行了，赶快写吧啊！行，你就在边上看我笑话。谁看你笑话？谢谢。是不是还得到技术科留指纹和脚印啊？还真让你说着了，例行公事嘛。纯粹浪费时间，老盯着我一个人干什么呀？你跟我说没用，回去跟蒋局说呗。没见过你们侦办案，死者家属通知了吗？他在这儿好像还有个表姐。哎，你跟那女孩真没什么关系啊？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觉着你对他挺关心的，挺了解，我就随便一问。你急什么呀？昨天还有说有笑，活生生的一个人转眼就没了，我跟他再没什么关系，我心里能好受吗？换你，你能无动于衷吗？喂，薛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薛老师，啊，我上午刚遇到一个案子，所以忘给您打电话了。啊，现在这会儿可能出不来，我这两天都不行。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工作要紧吧？反正我已经跟出书的人说好了，只要是你有时间呢，我让你们双方都见一个面。我觉得具体的细节嘛，还是你们自己谈好一点。真不好意思，您看我求您的事儿，我还让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要那么客气。你是警察，工作特殊嘛，出新案子了，是大案子吗？哎，小苏啊，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做一个第一手的采访？这个我试试吧。但是现在不行，我们保密啊，采访不了。您这样，只要上边一松口，我立刻通知您，好吧？哎，行，那这样，薛老师，哎，再见。有事儿？我不等你了吗？等我？我又跑不了。哎，我跟你说，我一看赵明办案，我都替他着急。有本事你来啊！我来就我来，再怎么说我也是刑侦出身吧？省什么你啊？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干你的秘书吧，又轻省又安全。再说蒋局那边这么忙，也离不了你。你看着，回头呢我就跟蒋局申请，我呀不给你们露两手，非把我当泥捏了。以前我还真没瞧出来，感情你小子脾气还挺大。没瞧出来多了。哎，你呀别等我，赶紧走吧，我还得等老董还我清白呢。啊，拜拜。Thank you.
结果出来没有？现在能还我清白的只有你，你知不知道？不是你，你着什么急啊？我是想堵上赵明的嘴，你看他看我那眼神，就跟看杀人犯没什么两样。哼，你也太夸张了吧！说实话，老董，我现在还恍恍惚惚呢。你说，张秋燕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行了，行了，行了，走了，我得回家了。哎，走，回家，有家真好啊。还是有家好吧。嗯，啊，年纪不小了，找个媳妇不就什么都有了？哎，哎，老董，嗯，这是不是就是案发现场发现那几只蚂蚁啊？对啊，咱们平常倒是很少见这么大的蚂蚁啊。我猜啊，他们一定知道凶手是谁。行了行了行了，就你小子精神头足，走。哎，她从来不惹事儿，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子，也爱学习，她没得罪过谁呀。刚才打电话的就是我表姐，哎呀，还直夸你长得帅呢。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啊，我们一定会抓到那个凶手。吓我一跳！我进去干嘛？你是呢？是张秋燕的表姐。你还进去？应该告诉一下她。那我也不进去，我来找你来了。那你等等，我得进去。今天的手术好了。在这儿等我，我受不了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得面对。我真的受不了了。昨天晚上我还跟妹妹在一起。好了好了，我知道你非常伤心，你非常疼她。反而会令他追问你。
虽然选择沉默，但是你无愧于心。在门上，我们发现了苏妍的指纹。你们怀疑我？我命令，从今天起，苏妍到刑警队去报到。你必须给她安排具体的工作。你知道我在哪里，跟谁在一起是吗？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不在杀人现场。你命令我？咱俩谁师傅？当然你是师傅了，人家赵队都说了嘛。如果连高军都带不动你，那你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